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to our auction. We have $1 million already bid by a telephone bidder. So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bidding off. And this is it.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 Are you ready?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any other bidder? Oh, you there. 1.2, thank you. 1.4 now. 1.6, very good. Any other bidders? 1.8,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Oh, 2 million, gentlemen with the hat. Sold, thank you. Hello, this is Tom Lee. The flight you have reserved for me can be confirmed now. That is correct. Thank you. 这玉啊，可不是一般的玉，它的人文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自身价值。 谢谢你啊，真是谢谢你！哎，你，龙总，你好。哎，后面的先生，您是在毕泽的拍下了和田玉传奇发现最早的古玉，是不是预示着您将是世界和田玉的王者？您拍下的和田古玉价值连城，它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谢谢你们的关注。 我在这块遇事展览的时候，一个一个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好吗？你好，先生，贵姓？帅哥，是找我的吗？你好，美女，您贵姓？我叫肖楠。肖楠，对，这个。这个啊，你好。哎，帅哥。嗯。你这个帽子挺好看的呀。帽子，还好。<笑> 哎，我能给你合个影吗？可以。想见你的帽子，用一下。这帽子。谢谢。来。2、3，茄子。做完了，帽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谢谢。帮我把箱子放下。好。谢谢。 你好，帅哥，贵姓 ？Tom Lee。Tom Lee， 这个，好，帽子，不用谢谢。嗯啊。嗨，帅哥，你也在这个旅行团呀？啊，谢谢你帮我捡的包啊。 Assalamualaikum，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和田。我是导游克林木。在这次旅行当中，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会帮大家解决。哎，帅哥，能给我解决个问题吗？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跳舞，我之前学过现代舞，还有古典舞。这次来美丽的新疆，想学当地的新疆舞，你给我介绍个老师呗。我们这个新疆舞按你这样教，你叫新疆舞。 哪个动作做到不到位，你给我做个示范呗。好，好，好，太好了，好，好，谢谢大家。你给我当老师好吗？我，哎。
我恐怕不行。我女朋友在和田跳新疆舞是最棒的。真的？你介绍给我当舞蹈老师行吗？现在不理我了。大家请看你们的右手边，就是毛主席和快办大叔的塑像。快办大叔是谁啊？快办大叔啊，就是骑着毛驴上北京见主席的那位同志。翔哥，客人来了。翔哥，在这儿呢。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啊！哎呀，这几天不见，这人越来越漂亮了啊！行吧，这次来可别让我失望了。翔哥，嗯，我的功夫你还不知道吗？那下来吧。阿渊，我的妈！你帮我先把我弄出来，对不对？我的妈！马上来，让你马上回上。哎，公牛发情的时候，谁也挡不住。那是他女朋友吧？啊。阿渊，阿渊，你不能把他弄上去。Ben hazır sayacılıktan pıl tipi attım ha. Birkaç yürgünüm yok ki. Çanırsanız fakat anlığım yok. Sizden pek ümitsizlendim. Kıvat kaldırımdan hem siz üçün. Sizden ayrılıp kılıçtan korkum ha. Birbirine özgür tuttum ha.我叫肖楠，你是柯里木大哥的女朋友吧？我正想找你学舞蹈呢。我的游客叫肖楠，想跟你学新疆舞。柯里木大哥说你跳舞跳得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学，你有时间吗？Siz hem yapma başka adamsız。他说什么？他说我什么话都跟别人说。没有没有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他喜欢你。İkinci göre gözüm yok. Aygül, bu işler siz oylagandak emez. Taşo şemla? Taşo yıkı bili o la. Ne ba şişin do gi gao za la. Ey, ni ba o leysa xiangzi ya. Sorry, Ray. Oh. Jiu hao, zi hao. Mm, zi hao, wu hao, wu ba. Zai dai.这房间，我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你们房的。对啊，我们是同一个旅游团，我被安排入住那个房，可我更喜欢这个房的坐向，愿意换个房吗？我也喜欢这个房子的坐向。哎，这是真的有点尴尬。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有个怪癖。我对数字特别敏感，我是看中你们这个房的房号，特别喜欢那个号码。我也喜欢这个号码呀。这样吧，这里有点小意思，千万不要嫌弃。哦，蛮有意思啊。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房的房号。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哦。啥子意思？啊，我是前日啊，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玩的嘛，有么子困难得互相帮助啊，对不对？李俊，李俊的李，我们就到那边。李俊，谢谢你们，太好了。哎，不客气不客气，谢谢。需要帮忙吗？啊，不用。谢谢，啊，不客气。谢谢，那先走了。哎，你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帅哥住在哪个房间？帅哥？什么帅哥？就是还我包的那个帅哥。就在这边。哦，好，谢谢你啊。
方墨斯啊，该行当雷锋啊！雷锋啊，有我俩见着的雷锋吗？啊！我告诉你啊，这次纯旅游、纯度假、纯休闲，不许打猎。 切香蕉来，不切。哎，我问你啊，你觉得是那个公羊肥嘞，还是那个母羊肥呀？你肥。哦，我肥。哎，那你觉得他们两个哪个更傻呀？你最傻。 你好，你好。有事吗？没事儿，就是今天你给我捡到了包，我想谢谢你。谢谢。哎，你等一下，我想再关一下充电器。你住几号房？我住你隔壁。回头给你。谢谢。کیرم لام فقط خوشم قمدی. یا قانش نان تاین یوق تو. اوندن بزن قانچ قچر قانسر چون چطوره قلو. آداش قایس کنن قولا قول قندن قایس دیگه نه آلان بخ ماما. هی سینا اخبار به تویشین قند خوکتی سعیشون خوش بود مجموع. اشکی مزنا اشی پتی دب قلی. آداش کیرم بله اشکالان اشی. آداش بودن که اون اسم من چکامه، من اونو نبرنم تونش مگم بله. آداش، من اومیگه از رخشم چکاگان تی سامین اولم خراب تو نبلام دو. مکول هم ته. هدیه بیش اولو. مربیه، یکشما. یکشم سید. یم. Айгүл дейді өрті қандау, сіз іштап қалды ма әсіз? Оның іш шығып қалды. Немі іш шығып қалды? Ағырып қалды. Бұ, түнігін тақ сапмасақты ғой. Бұ кепләні үзден сораң. Жақыла, ні шымы шыңрақ ніне нүпайы, жау тяу дау а? Та жәнзай ду бұл ей о. На қа сім бай а? Ні қа шы дай ғой ода. Thank you.
东西收到了吗？怎么样，没有问题吧？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嗯，好的，我等待你的好消息。和田自古出美玉，关于和田玉的历史和它独特的工艺呢，这个墙上都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和田玉呢，主要产自于昆仑山的两河流域，一条呢是喀拉喀什河，一条呢是玉龙喀什河。这边看看，全部给你，爱孤立，我的眼泪全部给你，爱孤立。Asmanını tutsaydıydı kara bulutlar, yarını tutsaydıydı azgın dumanlar.Yamanlaysan, düşenmeysan, sevgini asla, sevgini asla. Patkan kuyas ko bu. Balam, ben muşinçikli kılalayım ben. Oyun tükendi. Tülçe.
祥哥，画挂好了。去吧。这幅画是想当年我妈妈最喜欢的一幅画，如今经过我的加工，更是锦上添花了。祥哥，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孝子。等你的事业更加发达以后，你可要对我更好一点。放心，一定会的啊。 《诗经》里说的好啊：“白毛纯树，有女如玉。”哎呀，这个小模样皮看着还可得，怎么没得么教头的？那见不到的跟狗一样。丢人现眼的，要搞就搞个大的。 你说我的包又不见了，是不是你帮我拿着呢？哦，姐，你没关注我。倒是没什么，就是一些钱，还有一些卡。可是我的身份证不见了，这下可怎么办？我走不了了。我刚来就要走。馍吃着羊肉，还整一身骚。 你还真把我当成你领包的了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啊，先别声张啊，我先帮你找个找啊。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呢，是乌鲁哈瓦提风景区。乌鲁瓦提是沙漠的意思吗？不是，是伟大的父亲的意思。哎，霍家，那伟大的父亲是怎么说啊？伟大的母亲啊，啊是。 师傅，能帮我雕一块一模一样的吗？
怎么再掉一块？这是你的手艺，这是我雕的。那师傅，可否告诉我，是谁让你掉这块玉呢？这不能告诉你。 师傅，是这样的，我这个人相信，每一个人做每件事都有他选择的权利。我相信你的选择会是正确的。 命我要，这钱嘛，我也要了。你要的都在这上面。 谢谢。 来了。
你去废物！去，把玉给我找回来！慢着，把公路、铁路、机场给我钉死了，绝不能让偷玉的人给我留住和田！滚，给我滚！ 这里呢，就是热瓦克佛教的遗址，啊，大家可以照个相，留个念。你看这边，哇塞，帅哥啊！ 你在镜头里面看的真是太帅了，对不起，我这个人不习惯拍照，过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可不可得你给我们两个人照个合影呢？啊，没问题。好，谢谢你啊。谢谢。<笑><笑> 好好好，来拍吧，这个，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我们两个搞得亲热一点啊，来来来，好，1、2、3，耶！嗨，帅哥，这么巧啊，一个人吗？能坐吗？ 刚刚买了块玉，但是我不是很懂，你帮我看看，你懂玉吗？好漂亮，可我不懂玉。不过，这里的咖啡特别好喝，你可以尝尝。 找信号啊，怎么不过去玩呢？我现在过去，你们呢？啊，哎呀，我们刚才在车上都憋了半天呢，想到那片区嘘嘘啊，挺方便。哈哈哈哈，哎。 약속하다 약속 약속 우연? 어이 나 역시 막 미코나 나빠 삼부담다 不不不，来嘛来嘛来嘛，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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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收费吧，不收的。啊，去吧。不好意思，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家里有点事，我要明天回去，我想先回房间收拾整理一下。明天就要走啊？家里真有点事，不好意思。帅哥，一起去吧。就是啊，你不是明天才走吗？
你今天晚上没得事情，你为某事不客气。我跟你说，这个新疆歌舞啊，是新疆的一个特色。你要不歌看，你会遗憾的。大家说是不是啊？一块儿去吧。对对对，一块儿歌，一块儿歌。 一起去，不过麻烦你们先等我一会儿，我想回房间换个衣服。哎呀，帅哥，你都这么帅了，你还换什么衣服？你换完衣服你就更帅，你更帅，我再拿去，我就没得了，对不对？来来来来，洗个东西，洗个东西。你就让他回去换吧。不了，快来洗个东西，回见，快下来。哎，伙计，那换好衣服一起下来吃饭啊，快一点。 这个撕破了，怎么不接电话呢？快接上！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在哪里啊？ 在车上啊？怎么那么快就上车的？<笑>
我发你那个寻豆架、寻旅游、寻休闲、寻好，得了那么个宝贝，高，你实在是高啊！高，哎呀，再高我就摔死了。我所不得让你意思噻。过来，啊！哦，好好好，来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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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啊！哦，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呀！ 我腿疼，腰疼，浑身都疼。那你晓不得我哪里疼呐？你有没有摔？你疼什么？我心疼呐。讨厌。哎，这个真是个宝贝哦，这么贵重，他们肯定会报警的。怕个么事噻，老办法，酒店还没有。 什么？一对夫妻？喂，你是谁呀？你的一个朋友。朋友？喂，喂，相哥，弄清楚了，是旅游团的。 一对夫妻，这两个王八蛋，竟然偷到我头上来了！去，把他们给我钉死了！哎，胆子不小啊，敢跟我玩儿！ 对不起，二位，我营业执照过期了，车也是报废的。前面有个检查站，我不敢过去。你们两个人啊，翻两个沙丘就可以出和田了。检查站怎么了？那你也不能把我们扔在荒郊野外吧？好了好了好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没有把我们送到，我们就不能给你车费了。<笑>不要了，走吧。好好好，那我们走。好好好，什么呀？下车下车，就下车。走了走了走了。 师傅，你是说翻过一个沙丘就出了和田了？再翻过一个沙丘，再拐个弯就到了。 哦，好，谢谢谢谢。啊，等会儿，给你们瓶水。你给我水，我也不给你路费。进沙漠了，好，我知道了。别着急，让他们在沙漠多玩一会儿。 好，来人，在，备好车，明天早上起去沙漠。慢点！哎，累死我了！慢点哈！哎，下来，随你，我随你。哎呦！哎，慢点！哎哎哎哎！
慢点，慢点，慢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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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人的？ 日光浴是吧？哎呀，我们两个在沙漠走了一天呢，都快渴死了，能不能把你那个水呀，给我们搞一点喝一下好？最后一口，谢谢谢谢三。哎，昨天晚上不是给你们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昨天晚上我们给我们喝过了，我们已经喝过了，我们不喝了，我们走了。站住！怎么样？在沙漠玩的不错吧？风景还不错。啊，是的，是的，大沙漠一望无垠，但是也很无情。行了，把东西还给我吧。啊？东西？ 什么东西？我们没有拿你的东西，我们只是来领养的。我说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哥，甭跟他们废话，直接买了。东西给人家，给我东西给人家。我脚里不要偷别个的东西，你为么是要偷别个的东西？你是不是讹了个人的？他偷你的东西是我偷的嘞！当然是你偷的。你偷的！你为么是要偷你下的吧？你为么是要偷？你怎么就丢掉了呢？你是不是？ 这东西哪弄的？捡嘞！偷嘞，在帅锅房间偷嘞！老板，谢谢你啊，谢谢。哎，我。 追，一定把玉果追回来。
怎么回事？车进沙漠了，让那小子跑了。沙漠了，还没有人能从我眼皮子底下溜掉。往哪方向跑了？沙漠北。 继续给我找，如果不把鱼给我找回来，你们就别活着回来见我。啊！
نورولگان یارلیک مکاملان پیشک بلودو. افسوس یاشنیب کردم من برای میدگان بودم. سیز اونونگا سلامم نیت گذب کیم. سیز یالگز مندگان بودنوز. یال üstüde کب دقت کنم. معقول بوا خاطرجم بلوم. اکیل تلیم. از سوی مادرم بوا. Ah!
你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你们。不用。老人家，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但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对不起。Biz Uygurlarda ezelden pul dünya üçün adam kutkuzmaydı. Erdirmeydi oğlum.对不起，他刚才跟我说了些什么？他说我们维吾尔族人救人是不图回报的。不好意思，他刚才拉这个琴好好听，这个琴叫什么名字？叫萨达尔。萨达尔。嗯。好有意思。 我都没有问你，请问姑娘叫什么名字？我叫阿依古里。阿依古里，嗯，是月亮花的意思。啊，很好听。谢谢。嗯，你呢？我叫汤姆里。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 你要去哪里？我想到处走走。我和你一起去好吗？嗯。你是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个大漠里来了？我是过来旅游的。 其实就是想看看大漠深处到底是怎么样，却迷路了。就你一个人吗？嗯。你一个人不害怕吗？我看你不爱说话。 是不是还没恢复过来？我还行，谢谢你。真美，真没想到，大漠深处真有这么美的绿洲。 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来过这里。我也很长时间没来过这里。小时候，爷爷经常带我来玩。我记得你身上有一块玉，能让我看看吗？ 你也懂玉。当然，我们和田人从小就懂玉。<笑>你知道吗？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话：人养玉，玉养人。如果好人得到了它，它会带来幸福和快乐。如果你心不纯净，那么玉。 就是一块石头，即使可以用它换很多钱，但你的心也会因此变成了石头。我们和田人都知道，从玉龙喀什河找出来的玉都有灵性的，它可以给别人的心。哎，你怎么了？没事。 老毛病，对不起，请继续。嗯。
我给你讲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传说吧，想听吗？好啊。很久很久以前，玉龙喀什河边住着一个老石匠和他的徒弟。老石匠60岁生日那天，他在河中捡到了一块洁白的玉石。 他精心地把它琢成了一个美丽的玉美人。他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女儿，该多好！”他话刚完，玉美人真的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老石匠特别高兴，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塔什古里。塔什古里，嗯，是什么意思？是玉石花的意思。 不久，老石匠去世了。从此以后，小石匠替着老石匠一直照顾塔什古里，一直跟他相亲相爱的生活着。但是当地恶霸趁小石匠外出，抢走了塔什古里。恶霸想得到他，塔什古里不从。恶霸用刀砍向他。 他身上发出了耀眼的火花，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家，而他化作了一缕白烟，向昆仑山飞去。小石匠得知后，骑马追去，沿途撒下的小狮子变成为后人所说的和田玉。我们和田人有句话：宁做高山上的白玉。 无助八一堂上的地毯。我觉得你和传说中的姑娘一样善良，一样美丽。是吗？其实我们的歌舞更美。是吗？可否雕给我看？好的。 Güzel bir dastan Aşıkların gözlerindeki Kristal umuz bulup katkan Süzüklükki süzler vayet Paklıkıya kuvahtır tıprak Sırlıriga kümülgen odur Kadim udumda Güzel nişan uyurum kızı El yurdinin şatlığı için Tükülüp do yürek ne
我是一个失足而足、不喜欢不辞而别的人。我看一大清早，不想把你吵醒，不想再麻烦你，所以你要去哪里？我送你。我不想你再迷路了。 好啊，我给你指路。哎，快点，你去哪儿？找他们呢。 找不到他麻烦可大了。哎，你带我一块儿去吧。走走走，赶紧。那边的那些人在干什么？这是我们维吾尔族一项民间的体育运动——吊羊比赛。你听说过吗？没有。<笑>想不想去看？ 出去也不打个招呼，我再找不到你，我就要报警了，你知道吗？哎，你们这是？你们把事给弄不来？是，都是他们说不拿破鞋给，可是我看拿破了，我叫他开门开了，我等一下也搞嘞。你这人没啥呀，就没事，不搞多事，那孩子们怎么打了？干嘛的？你们给我搞来事？帅哥，你这是去哪儿了呀？你这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Мен бүген мүші оғылақын әкеліп, сізге болған мұхабетім ұспатлап әмейдіған болсам, үшкенші көзіңіз көрінмеймі. Калиму, мен бағчен. Чиші, өбісі шанген дөртен мағатан. Жібіғу... Yes, 现在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咱们先了解一下再说。
咱们走吧。他已经受伤跑了。你们在什么位置？往沙漠北方向跑了。好，给我盯紧了。这次可不能让他再跑了。掉头，去沙漠北。 小子，胆子不小啊！啊，敢跟我玩？告诉我，玉在哪里？玉不就在和田吗？<笑>好，回答得很好。 美丽的姑娘，告诉我，玉在哪里？我搜过了，玉不在她身上。如果你不把玉交出来，我就让这位美丽的姑娘永远陪着你，消失在这片沙漠里。 这事跟他没关系，你先把他放了，之后我再告诉你玉到底在哪儿。
都这个时候，你还给我讲条件？我这个人做事儿，从来不拖泥带水。我数三下，一、二。 Taşım bir hatar oldu. Hem de kumağın işen gensiz. Kaç deşi, kaç deşi.
Baxtımdın barca taqsam Ah, izəni qaç deşi Bağrımğa yaxsam Quyaşdın nur almasam Yıldız bulub yansam Məngü ana diyarımda Gül bulub qalansam Sən həmrayın qaç deşi Şükrəşadım qaç deşi Dil həmrayın qaç deşi